你看啊，这个车窗玻璃，这个面呢，它朝顶上是吧？这个面它朝顶上，那么它就会亮一点。那么这个在侧面还要加个透过去，那你就稍微加点灰色，加一点蓝色哈，一层轻轻的灰色，再加点蓝色，区别于它，好吧？啊，再就是你的轮胎哈，你看中间还有一个色是吧？那是什么色？那个是土黄色吧？好吧。咱们有这个色的，姜黄色一样的，好不是好？个酱紫。里边还有这个线条，你把这个线条再画一下 OK。啊。你看这里的色哈，这里色跟这里色一样。你如果喜欢灰色，你已经画成灰色了，那他们都弄成灰色算了，啊。走吗？哦，走了，走了。你想放这里？好的，可以。我现在在这里，你没事。给老师画完了。你把名字都直接印下。哎，不对啊，你的蓝色要从上往下变的呀，你怎么直接？那天空还能用刀子切个天空啊？干净，画的又好，又不说话，真棒。只收这样子的孩子。小年龄是算多少？是算多大？是小年就像你调皮那会儿就不收你，不收就毁了一个人才是吧？这会儿就画出来一个人才来了。你看他画的多好，哎呦，真棒！一教就会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又跑那放屁去了？赶紧画吧，那人画完快去啊，听话。那个我上面的花那么多，你画了那几个就算完了。赶紧画啊，把那画满了，我时间名字一写啊。你看他多乖的，他一直在画画。这个可以啊。你要向他学习，跟他一样，看他多乖的。赶快好好找一个画画啊！我给你找啊，上厕所，去吧，怪不得放屁，臭死了！
这下关键的时候啊，啊，你先画胳膊可以的，画完以后再画面部是吧？今后啊，就是越害怕什么，越从哪里画，好吧？你把那一段克服了，我心里就没有压力了，好吧？最难的地方画完，我从小就是从眼睛开始，你把最难的克服下来之后，你就不画了，后边画就更加轻松了，是吧？嗯，下一步我让你画眼睛啊，这个画完了以后画眼睛。炭笔，我用过，就是有那个粉色有橘色的那个。对对，没有没有，纸啊，你说皮是吧？你说铅笔的皮是不是？就在外面那个盒子，你到外面去看那个盒子，就在那里头有炭笔。那个盒子里面的笔笔。对，就是那个笔。我上次就是用的这个。用了哈，啊，就用这个画眼睛啊。一节课专门供眼睛好不好？我现在先跟你说一下吧。你看每次画眼睛的时候你都从这里开始，你看这里很重，看见没有？这里很重，然后呢这里很重，这个高光留下来是很重要的。另外呢就是它这个是明暗交界线，就是上面的明，底下的暗，是吧？那么这里是反光，这里轻轻的有一点点线，是吧？看见没有？轻轻的有一点点。然后呢，这个双眼皮啊，它不是一下从这里画一条线，是吧？然后这个高光的这地方稍微亮一点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这里重，这里重，这里重，然后呢，眼角重，是吧？然后这里眼角重。那么你看这个刚才这里重以外呢，在这里重，这里重，这里就轻轻涂一下，明白吗？这条线是从这里画过来，轻轻画过来，然后呢这里一点点，是吧？然后呢这里你看这里的线，因为光线从这边来嘛，所以这边是暗的，这边就没有亮点，是吧？这里更黑，看见没有？然后呢眉毛呢也是，你看这里深，是吧？这里是明和暗交界的地方，这里就重，是吧？然后呢这里是这里反过去的光，所以这里就浅，你就画这一个眼睛就行了。到时候啊，你看这里线条哈，你就是把这个结构，你看先画这一笔，这一笔是吧？都用直线去画，然后呢，这里也是起稿子的时候都用直线去画，哈，全部用直线去画。然后呢，最后就强调的时候就是这里是第一笔，这里第二笔是吧？这里第三笔，然后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，然后再慢慢的涂一下。然后呢这里重，这里重，好，一强调其他的就轻轻的画就行了，明白了吗？试一下吧，不要紧啊。画啊，在纸上画，这个纸不要紧的啊，你就那样子试就行了。起稿子先用直线，先用直线啊。你也可以直接画，你看你也可以直接画，你比如说是先画这个眼睛啊，你看眼睛这里，然后呢这是那个亮光的地方是吧，亮光地方，然后这里重，然后呢这里有一个重的是吧，这里轻轻的一点点，然后这里重是吧，你看这个球出来了是吧，然后呢这里重，那么明暗交界线的地方在这里，不是明暗交界线，就是暗面在这里，然后呢轻轻把这里涂，你看见没有，这几个重点就出来了，眼珠的形状出来了，这里也重是吧，这里也重，然后呢这里都是轻轻的，看见没有，眼珠子出来是吧，这里再慢慢的让它从深到浅是吧，然后这里是亮的是吧，然后呢这里是暗的，然后呢眼珠子你看啊，那个眼帘呢这里是深的是吧，留下那一点点线条，留下那一点点反光的地方，你看这里你把这里画重了以后呢，这里轻轻的一画，那个反光部分就出来了是吧，啊，然后呢底下这里就开始重了哈，这里就交在一起了是吧，因为这里是暗面，然后眼角重了是吧，眼角是这样子的，对，
你看这里稍微重一点，是吧？然后这里眼角重哈，嗯，起笔的时候千万不要从这里画，从眼珠子开始画，明白了吗？这个最难的眼珠子，你再往这里画还是有点躲避，是吧？躲避困难。那么从这里画，你一下子把这画，你说你还有什么不能画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从眼睛这里画，一下子就大问题就解决了。看，这是眼睛毛是吧？然后呢，再有一点暗面，啊，这眼睛形状就出来了。然后这里稍微有几笔啊，这就因为下面不是还有眼睫毛嘛，是吧？啊，这里也有眼睫毛，你看，它就衬托出来眼睛的形状了。看这里还有一点点，稍微一点点，轻轻的啊，你手轻一点，对，手放轻一点。你看都不一定画一个圈圈是吧，它都能体现出来是眼睛的光晶，就是晶莹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嗯，你看这里再重一点，这里再重一点，这里再重一点，因为这里在暗面是吧，这里在暗面，所以这里重一点。你看肉它会不是一个线条，你看它会折出来很多的褶子是吧，所以上面的啊，上面的双眼皮它会是这样子的。然后这里是因为是亮的地方是吧，那里就浅。你看它不是一条线，看见没有，然后再画那些阴影好吧。这个就是分水岭了，就是你直接进入最专业的画法了，把眼睛攻下来就没有难题了，对不对？妹妹在听吗？嗯，画到一定的程度你也会画这个了啊。手踮起来，小心啊！一直要养成那个习惯，啊。好了，眼珠子可以了，继续进行别的。
太棒了，是不是画一次，画两次，你说你眼睛慢慢的过关了，对吧？就慢慢的过关了，继续。对，眼角重，对，这边也重啊。下次记住那个反光布法啊。对。